又是不灭拉尔啊，那拉尔不带迅捷步伐能行吗？他要升了。炸，又没炸着，这小子挺能躲呀！我发现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能太过分。你不要以为你比我大，现在我跟你是一边大，啊？你听见没有？啊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很大？好，这是你逼我的，这是你非得 A 我，没办法。这是你非得野我的，我本来不想掏你。我本来不想杀你小伙子，我让你非得 A 我。你说你就好好补刀多好，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我将用咆哮令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出门，大地在沉睡，但它并未死去。我行之以咆哮，还之以雷霆，还之以雷霆。又开始野我了啊！又开始了，就不能好好的啊？就非得要野我？行。我不掏你吗？变大了不起呀、啊？哎，怎么的呢这？怎么的呢这？光如此，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让血液沸腾。太狂了。推波线。野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炸！没打死他，算了，这边没有意义，放你一马。啊？哪来的人？哎呦，我奇了个怪了，这是哪来的？从哪里出现了一个皇子？崛起！
为什么要拆我的塔？黄子很喜欢拆别人的塔，是不是黄子？行啊。这塔皮你俩谁也别吃了。为什么是中单王八呀？他应该快到了，差一下没炸着，差一点点给我躲开了。我们先出一个二速牌啊，先出一个忍者牌，跑得快一点，省着追不上他，然后下波直接越塔。即使是人类的懦夫，心中也有蛮荒的豪勇。走，追他！我估计这波他有闪现啊，等一下先炸他一下。什么就非得要逼我放个大招？就为什么？大地如血，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我纵声咆哮，开山裂地。打个塔皮。再见。黄子不追了。我想先来个攻速。我想先来蜡石之牙，我不想先出这玩意儿了。就忘记了自己血液中原本的疑惑。为什么要过来放峡谷？峡谷先锋，为什么要拿我一血塔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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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给我嘲讽他！为什么要拆我一血塔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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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就为什么？啊！给我嘲讽他来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跑？零杠四了，还拆我一血塔？小王八蛋！神圣不可侵，把我一血塔给我拔了。这盾可
可以。为什么非得瞅我？为什么？哎呀！越！炸！没有意伤害好低哟。正好辣十只牙，哎，正正好好，不多不少，能不能给个红？看来不能。他不是不敢过来，他是没办法过来，他 Q 用了，他咋过来呀？这不上高地了吗？上高地，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为什么非得要瞅我，要点我？太狂了！为什么要过来？为什么要放一？啊？为什么要一扣？为什么要一扣？为什么给呀？切！切！快跑！这波不保，更待何时？差了30块钱，上路没了，该去下路了。小法师是中单，是那什么呀？小法师是辅助啊。快点去下路吧。右边刀锋512啊，刀锋好像挺肥呀。峡谷先锋给他们了。哇，这狗熊一个大招能压765点伤害。
为什么要引我？还有天，他追上了，再追一个我看看。我也就没当，你给我等着啊！我让你刚才飞我，是不是有人在这儿啊？不管他们，我们去拆中啊！皇者敢把 Q 放了，啊！皇者敢把 EQ 给放了，为什么要放 EQ？ 没打着。打小龙吧。为什么又是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野我？跑！你跑个屁呀！这黄纸什么意思呢？你一个连蓝都没有的皇子，你要跑啊？啊，你要跑啊？我追你来！嘿，黑虎掏心。还给露露来个助攻，挺好。这狗熊就是跑得太慢了，再能跑得快点就厉害了，像乌迪尔似的。还有这大招，这个起飞跟降落的时间也太长了，你只要不是傻子，基本上想躲就躲，除非给他扣住了。这扣的这个眩晕时长也有点低，眩晕个两秒钟左右，我感觉差不多。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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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得要在我面前狂？啊，不敢上。我都不管那哈子，现在我们就应该去推下路呢。
再搁这中上路干嘛呢？不如推个下路，对不对？刀锋来了，嘿我天，一个小刀锋而已，溜了溜了，炸，还追呀，我说实话你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我小刀锋啊。先亮个牌，让他追我们，他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嘿呀我去，叫人儿，不讲武德。我还以为刀锋要无敌了呢，很可惜1000块没了。哎呦我天哪，我们家王八72刀12级，对面刀锋15级238刀，我才发现这个问题，我才发现问题所在呀。等我来啊，那小法师怎么回事啊？那小法师怎么的呢？那小法师啊，我还谢谢你呗，跟我俩赛跑。缺大龙，缺大龙，没有人管啊，那我可拆了啊。嗨我去，刀锋刀锋刀锋该呀，这也就你旁边有人啊，我告诉你。你旁边没有人，我觉得就把你杀了。穷人替人类开口，才会越越越越。我可拆了。为什么要放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人这么多？嘿，耶！万能回血，你们能吗？拆中路啊！呀！投降了，为什么投降了呢？